世界第一定。竟然看到一个正妹，她竟然带着一只老鼠！怎么会有人带着老鼠来公园散步呢？我的天哪，我有没有看错啊 ？Excuse me， 我有看错吗？明明是正妹一枚，怎么会牵这种动物出门啊？这也太不合常理了吧！要是一般人，应该会吓到尖叫才对啊！该不会泰国正妹都流行养这种玩意儿吧？哇，这个是老鼠吗？没猜卡，变态力道卡。我原来这是土拨鼠啊，它会咬人吗？没卡它。哎，它触感很可爱哎，而且毛茸茸，很像我们平常的那个玩具，好 Q 哦。那它平常，那你们都带它来公园做什么？对，它们玩嘛，是这样子的。就是来散步，就来遇到一些朋友。哦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哇，它。那他还有朋友在旁边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我让这两只相见换一下。哎哎哎哎，我帮你们找到女朋友了。来来来来，看吧，来，快快快快快，让两个碰在一起。哇！哎，感觉没什么兴趣，他是不是对我比较有兴趣啊？哎，我也是土拨鼠，你看喽。然后也像吗？哎，他很开心哦。哎哎哎哎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了。原来泰国现在最夯的宠物竟是这种来自美国品种的土拨鼠，不但有专门的协会，还有饲主交流土拨鼠的饲养心得，还有这个专属公园让大家来遛土拨鼠，各种服装饰品等等的周边商品一应俱全。他们都是吃什么食物啊？我靠，被咬到了，我天哪！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哇！哇！超大的！他们都是吃什么食物啊？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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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，被咬到了！我天哪！快上去！他把我咬破皮了。原来他们还是会咬人的，不过很可爱啊！操！刚被那个土拨鼠给咬到了，我的天哪，有点痛。它是那个使劲吃奶力量咬我啊，太痛了，全部都是血。可能我刚刚试着要把它们交配，它可能不大喜欢另外一只女生吧，因为我以前其实有养过黄金鼠，然后。他也是很喜欢咬我，所以可能老鼠都爱咬我吧。原本以为土拨鼠这么可爱，应该没有什么攻击性，没想到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，一样不留情面。不过，我想他应该有嘴下留情了吧？要不然以土拨鼠的尖牙利齿，我的手指头应该不保了吧？因为他刚刚咬了我啦，所以呢，我自备了粮食，希望再跟他就是交朋友。你顶高没奶奶，我好来呀。他不吃这个，那他吃什么啊？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อาหารเม็ดนะคะของ PDN หรือว่าของกระต่ายโต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หญ้าแห้งค่ะ。没想到饲养土拨鼠也是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的，就跟养狗养猫没什么两样。而且只要拿他们喜欢吃的食物跟他们亲近，其实土拨鼠还真的蛮可爱，蛮亲近人的。哎，真的哦，他们都是用门牙咬。哇，也太可爱了吧，他们这样。而且我发觉这些男生养土拨鼠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可以亲近这个美女，对不对？如果下次来到曼谷想要看美女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遛土拨鼠。太卡哇伊了吧！看他们啃着胡萝卜的逗趣模样，真的是萌到一个不行。也难怪在泰国会刮起一阵养土拨鼠的风潮，
下次来泰国，如果看到真妹遛老鼠，千万别大惊小怪哦。倒是最近咱们在 FB 上找到这位老兄，他上传的照片还真是让人目瞪口呆。